这一炉能出多少个？一炉出2个。这个是甜的咸的？咸的。啊。花椒面有个盐。那你干这个干有多少年了？40年了。40年呐、啊？嗯。哪问你今年有多大？56，56了。五十六。30岁了，17、18就干。17、18都开始干这个。啊，你干这个干的累的都不会走了，我想着。你看到我累的手指头？哦呀，就是累的手都变形了，职业病。干这个干的手都变形了。不是老姜吗？你看看。是是是。你个老姜，这个一和一担面的这个。嗯。下不多就下不多。这有啥不管啊？这边。干嘛看我？嗯，一火一袋儿，哎呀，这个够呛，才六个袋。你们这个光赶大集吗？啊，八短集。这是你长的什么、啊？这是油？这是花生油。哦，花生油，吃起来口感好。哦，这是花椒盐。哦，花椒盐。嗯。大姐一看都是老干家了，非常的熟，娴熟，熟练。累，就是累，是吧？我的姑娘23了，还得上15年呢，上研究生、博士生啊。博士生，那个烤饼都能供养出来一个博士生，真的好厉害啊！他好厉害呀，好厉害。这个多少�钱一个？1斤3.8元。嗯，1斤能买几个？1斤能买5、6、7个吧。6、7个，嗯，这都是芝麻盐是吧？嗯，芝麻。你这个刀型都是一样一个吗？这是？不是，我看画的斜刀，不起泡。我们这里不行轮哥，轮哥人家吃亏。论斤吧，他称的多。哦。轮哥不有的算是你，这个论斤比较公道是吧？哎，公道。这个一天能卖几袋面？3-4袋，4-5袋，3-4袋，4-5袋。哎。这个就是我们中午吃的主食是吧？哎，不是，这是给你的，这个他一个即席煎饼。你可以看看大姐卖烤饼的地方啊，后边就是玉米地。哎呀，可凉快了，这是啊。啊，这个都是大树叶的，可凉快了。这叫烤馍啊，烤饼啊。烤排。烤排，对，烤排。哦，这是这个老油桶做的。哎。啊。不要这个。大姐，你买多少钱的？买10块钱是吧？买10块钱的。嗯。吃一天吗？啊。哇，好不好吃啊？他家这个烤饼。这就精美，就好吃。这是我刚要了一个烤排，他这个烤排是轮成制的，3.8块一斤，一斤能吃5、6个、6、7个。这是我刚给到这儿，当地买了黄瓜2块钱一斤，买了就是黄瓜，配着这个烤排吃。嗯，还挺好吃。这个是咸的，椒盐味的。吃入口感非常好，而且大姐为人非常好，为人实在。我这个烤排我给她1块钱，她咋都不要，要我尝尝，她叫我送我两个吃，我要了一个。这个烤排是免费的，大姐不要钱。咱们这个大集啊，你看都能看到，这会人不是太多。大姐这个身后都是玉米地，这能在这个大环境下吃饭，感觉我真的心情非常好，不错。这打住还不够卖呢，我看里头没存东西。没有，这是多少？打完卖完。这个能放多长时间？它这个它没有那个防腐剂，它不就坏吗？它这原汁原味的。那你放冰箱都不焦了吗？它冰箱里可以溜着吃。它可以溜着吃。它这搁那个电饼铛里烤着吃。